是成功晋级，使命召唤最高段位巨鹰战神。按理来，这系统会给我什么道具？这是啥？恭喜特种兵，您已到达使命召唤最高段位，所以我们将会给您最高的奖励，请签收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给我随机的是什么英雄。OK 呀、啊，这今天既然系统给我随机了拳王大魔，好家伙，这嘎嘎帅的呀！而这个呢是系统自带的达摩的顶级配件，嘎嘎好用，嘎嘎猛。而这局呢，我们来到了坠机之地。真的，这怎么说呢？这今天系统简直是太眷顾我了，既然给我匹配到一个坠机之地，这怎么说呢？这坠机之地简直就是为达摩量身打造的。真的，尤其是这个 A 楼，他易守难攻，这简直就是跑刀仔的乐园呀。这尤其呢，我现在应用的是达摩，所以呢，我这近距离无人匹敌，所以呢，我这 A 楼必定将他拿下。此时呢，听到脚步，对面要上来了，这上来一个，然后呢，队友没了。没事，对面也是被队友烧死了。这此时呢，队友全无，就剩下我最后一个了。那这正无所谓，队友祭天，法力无边。这对面但凡能上来，这就算我输。首先呢，先放一个仙女棒堵一下楼梯口，防止对面直接上来。此时呢，先稳手停下对面脚步。OK 啊，此时来一个人，我先上去一套二技能，直接带走一个。此时呢，我们到了对面的狐臭尾，此时我先掏出百里守约大军，发现一个 OK 呀、啊，这简直太准了呀。此时呢，这对面还剩我最后一个，停下脚步。 OK 呀、啊，此时他离我越来越近。 OK 呀、啊，此时他也是上来了，我先来一个秦王烙柱，一套三技能带他回家。 OK 呀、啊，这简直简单单，这达摩简直太好用了呀，所以呢，大家赶紧去练达摩吧。